现泡10%，食性成分是多少？我觉得您的诊断，您需要回医院拿您的病理切片再去会诊啊，因为我不知道你的结节有多大，但是不管多大，我认为可能您的结节就最大也就1-2公分，甚至2-3公分，但是90%是贴壁，也就是90%是原位癌，是膜剥离成分，只有10%是实性成分。如果按这种推算的话，即使你的结节是3公分大，实性的成分、浸润的成分也只有3毫米，所以您不会是浸润癌的，顶多是微浸润啊。所以您的病理我判断应该是微浸润癌啊。所以如果您确实看到的病理结果报了浸润癌的话，您到医院借这个病理片出来，去别的医院再去会诊一下啊，因为90%贴壁生长的不会是浸润癌啊。